下一轮呢将进入真正的实战，此刻光明顶就摆在各位大侠们的面前了。这轮双方要完成的任务是保护女生登顶，只有女生登顶才算成功。我们俩出去吧，贾玲不需要保护。偶尔帮我测试一下他们。你们要保护好自己哦，这一局有贾玲，好不好？那上上次把我问到，准备好了吗？挑战开始。保护女生，保护女生，保护女生，保护女生啊！对，保护女生。我发现他们完全没有理贾玲姐，贾玲姐爬得比谁都快，但她比较安全，目前对吧？哦，樊少皇准备发起进攻了，漂亮，漂亮，攻击贾玲。往上走，你往上走，你腾哥，腾哥就靠你了，就来抓住沈腾哥，抓住沈腾哥，不让他往外跑。我们大哥现在李若彤非常好，李若彤趋势非常好，居然只能靠贾玲一个人。快点，快点走啊，花花，花花你小心呐，花花，花花你小心呐，花花，花花你小心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又差点悠出去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终于发挥作用了。花花非常成功的拽下了李若彤啊，这个表现非常棒。腾哥，腾哥保护女生，你爬那么快干啥？贾玲妹妹开始往上爬了，保护女生，保护女生。腾哥和花花，女生往上爬，女生往上爬。完事儿，跑远了。贾玲放倒了四个人，我说了吧，人肉炸弹，人肉炸弹，再去拿上去。现在他们的策略是浩明首先到高地上啊，占据那个位置。你踩，花花，抓住花花。踩住我，陈哥，踩住我，踩住我，过去，来，金庸群侠队马上就要获胜了，来人了，你们快！来吧，男的，来，踩我，快快快，快上去，快点，快住，站住！陈哥马上就要攀爬到人生的高峰了。现在樊少皇一个人啊，完全在半路上干扰了对方所有的行动。腾哥对女人下脚，对女人下脚，我相信腾哥这回老疼了，我要从你身上越过去。风云突变啊，本来特别好的一个局面，加油加油加油！
这体力消耗非常大了，现在谁咬牙坚持决战光明顶最关键的时刻，谁能咬牙顶过去啊，顶过去。你可以的，试一下，你可以的。花花现在在纠结到底是下不下这个黑手的。妈妈把他们三个带下来，把他们三个。花花花花现在在纠结到底是下不下这个黑手的。花花好可怜，真的好可怜，真的好可怜。我不忍心了，到了到了到了。抓住，抓住，别放手，别放手，别放手。欺山赶海，浅说轻雅如绝唐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。百媚或千秋不能防，天地覆雪漫漫风水路旁，这沙滚滚水在走。得了，恭喜金庸群侠队在保护女生的环节获胜，赢了。这一轮我要守护的王牌叫做趣味运动会。王牌关注身边，广角三射控全场 ，vivo 王牌对王牌，趣味运动会，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趣味运动会啊！这个每到开运动会的时候啊，往往是我最激动的时候，准备的零食比参加的项目那是多得多呀。这个邵刚老师也换上了运动服，是要和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运动会的氛围。因为我怎么算？青春班都少一个人，那为什么不能给我们换一个青春的人来？不，我们欢迎张老师。这样，你站这儿，好，站这儿，我自然归队了。好，自然归队。但是我们这边呢，其中有高手，那个不是压腿那个，但是正在压腿那个。哎，对，因为最近那部剧当中啊，功夫了得，太极推手叫推手，叫推手，叫推手。对，你现场能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威力到底有多大？摔个看似柔弱的吧，贾玲怎么样？会疼吧？好，来，抓这个哈，抓这啊，抓这里。好，这还得劝犯人是吧？我这里会卡你，但是会痛，然后我这里会撂你。啊！太厉害了！没受伤吗？没有。还好吗？还好。都忽然关心我。每天晚上19:30锁定浙江卫视中国台剧场，就可以看由贾乃亮和王鸥主演的推手。谢谢大家。这样，你看，我看场上有把尺啊，用一个最简单的拉伸的方式，既展示实力，又可以帮各位充分的热身，劈叉接力，看谁接得长。天哪！劈叉。青春队先来好了，好吗？好。第一个谁？第一个要撑得比较久一点。啊，撑得久我不行。那肯定啊，得所有人来。我，这个，我行，苦活我来。对，撑得久一点。我的不行，我这腿太短了。可能也是天爱，可他可以。天哪！包老师，我觉得天爱行。我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吗 ？OK。那我接你吧。行啊，我多扛一会儿吧。来吧，那准备好啊。嘿，你横着来啊。不走。哇，你能撇横叉啊？横叉难。哎，不了竖叉。不错了，我觉得。就这儿了。到头了。哇，真的太疼了。哇，这真的太疼了。真的来
都看你的腿好长。OK 了吗？啊！快快快快快！尽力了吗？尽力了吗？天哪！好的好的，尽力了吗？多远？9米80。天哪！不可能，再往前。快十米了！啊！我腿就这么长了。还能努力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林更新，你白长那么长的腿。不行了。不行了吗？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哇！最后成绩。10米，十米。宝贝儿刚才把鞋都拖出来一点。大哥还好吗？应该是伤了。还好。我们10米，我很厉害。十米，拉伤出来了。十米。哇，一个人2米是吗？太棒了！你太棒了。鉴于这一队这么拼的话，我们就直接认输了。来来来来。横竖也商量一下，我觉得竖的还真有优势。你商量啥？我这积水还没下去呢。这腾哥，我发现就一运动啊什么这些，你就总赖去。来吧，展灵第一个，我第一个。好，我建议腾哥最后吧，因为撑的时间短一点。可是我希望小童最后，小童能给我个希望。他没有希望，他伸长了，他就这么长。真正的希望还真在我这儿。啊，贾玲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来，接力开始。我帮助你。哎，还可以啊，花花。疼死我了！目前6米。可以。哇！目前8米20，太疼了！不，这太短了，1米8就行。腾哥，你快点！疼死我了！我都不行，疼死了！腾哥十厘米。他在缓慢的滑动，观众朋友们。4、3、2，2厘米，还差2厘米。腾哥加油！腾哥加油！我这积水还没下去呢，这。真正的希望还真在我这儿。哎，这样，把这个脚这么待着，真抽筋儿了。走，哇，好，走，哇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把我安排在中间，我可能真的就不会再。你别吹牛了，你都啥样了都我，你像个英雄一样，小童劈了2米2，你1米6。1米6也有1米6的英雄。好了，这个只是让大家放松一下，拉开筋骨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挑战要面临的呢，过杆考验。
热身结束之后呢，过杆游戏马上就要来了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规则，听清楚啊。第一个是两个班同学呢轮流过杆，最终通过高度更低的一班获胜。第二，两个班的同学们手拉手集体过杆，最终通过高度更低的队伍获胜。在这个环节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请上一位年轻的学弟来给大家展示一下。不会又是杨迪吧？他哪里年轻了？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宇。欢迎刘宇。刘宇是北京舞蹈学院学习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表演的大一新生。哇，一个小可爱。欢迎刘宇啊，来来来，这边。我看过他的节目，他腿可以从这儿到这儿。给像小新啊、腾哥这些人展示一下什么叫柔韧性。腿打折啊。哎呀，还有更夸张的。看着都疼啊，这个好可怕。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？这个其实还行，就是靠一个巧劲。什么巧劲啊？这是缺钙，这是。你练成这样要花多久时间？是每天要压腿吗？对，每天早上我五点半会起床，五点半练，练到六点又回去睡了，他见不着太阳。缺钙是吧？你哪像腾哥，腾哥中午十二点的时候起，全是钙，我这都钙化了好多。有什么方式方法吗？就是在过这个杆的时候，这个腰一定要用劲，就是整个背部的肌肉需要绷紧。那如果胯骨里有水怎么办？都有水，你们对积水潭的吗？你们这儿都在不同的地方，有的是脑子。好，来，1.35米哈，腾哥你先来吧。真替林更新担心。哎呀，真替腾哥腿疼。腰绷住啊，腰绷住，腰绷住。哎，又怀一个。哇，腰绷住，腰绷住。这不可以，跪过来不行。腰收住啊，腰收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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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，好，完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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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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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叫了，太丢人了，1.35米。这大家看啊，腰是直的，他太高了，他大闸蟹，大闸蟹。哇！哎呀，太直了，太硬了。这我应该呀。贾玲可以，汪汪可以，小童可以。哎，哎，哦，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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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继续降低高度。120，是给我准备的吗？120，这样，咱别每轮谁都在第一个。好好，你和林更新，我跟坐这，我当个惊喜。往后挪，你往后挪一挪，挨个过，反正，我看看啊，我不行再脱鞋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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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是有点难了，这个有点难了，有点难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哇，现在好软啊！啊啊！哇，厉害！哇塞！没事，走走走。再往后走一步。哎呦妈呀！能过吗？加油，贾玲，能过啊，能过啊，真的能过。哎，
不行，夸太疼了。对，对，这样，对，过了吗？啊！你以为是杆过你呢，是吧？好，别动啊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啊！能过啊？这，这，这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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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的不行，过不去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要勉强啊！还有谁挑战120？你来啊！大爷，你要跨过去了。降低了1厘米啊！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哎呀，好丢人呐！咋想的呢？啊，腾哥，咱试过了，咱不给自己留遗憾是吧？小心，试一下吧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哎呀，哇！小心，如果再把胯劈大一点，会有所帮助。跟我上马一样一样的。再给你一把机会吧。你说不要了。继续调低高度。啊，这个肯定过不去了。最难了。天哪！我估计冠军要产生了。花花，我觉得能降到50公分。花花今天是真的是出乎我意料之外。来，谁来挑战1米？包包试一下。包包能过，我觉得。哦，跪过来。跪着不行是吧？跪着不行，跪着也不能扶，也不能跪哈。但已经很厉害了，宝贝儿。哎呀！有希望。哎呀！可以，不能算，不能算，是跪过来的，不算啊。小爱肯定可以。哎，还是杨桃，第一位过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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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去了。杨桃，过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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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美。哇。小东。加油！过去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过去了。慢点，慢点，对对对了。过去了，过去了，头低，好嘞。哇！来，花花。过去了，过去了。哇！过去了，过去了。花花，我跟你说，你还有至少10公分。我感觉我们队应该是赢了。太厉害了！怎么那么厉害？你这个玩的，我不知道。第一次。再降一点儿。再降吧，降5公分呗。5公分啊，95。95，我觉得只有天爱跟花花。对。谁先来试试？加油，小童。小东，你不能打得太开，太开了之后那个脚趾，好，很好，过过，慢点，过，好，好，过去了，好，过去了，抬头，抬头，哎，不行，他其实是宣告失败，也很厉害了哈。我觉得他已经是我身体的对折了，因为不一定。过去了，天爱。过去了，杨桐。再过去了，哇哇哇哇！好，无腿。过去了，哇！过去了，过去了。花花加油！太狠了，你这是要把花花逼入绝境啊！就是，加油，花花，别硬撑啊，别硬撑。对，我们组是一男生。别松，不行就打。过去了。哇！过去了。哇！哇！
哎，怎么回事这是？哇！再降10公分。啊，天哪！别降了，就是我们打平吧。这现在真的折叠了吧？85厘米。身体都折叠了。对。来试试铁，85厘米。加油加油，能行。怎么这么低？哦，太低了。哎，别扛，别扛那个劲儿。你如果觉得吃力就松。哎呀，这个不能算哈，这个不能算。加油！是宣布个人过杆冠军华晨宇，太厉害了！哎，怎么那么厉害？他太厉害了，非常厉害了，很厉害，尤其体力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很大的极限了。来，掌声送给花花。这花花厉害，但是刘宇这个，你这对于你来说算是轻松的吗？平时你会挑战更难的一些东西吗？会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，嗯，然后拍下来。就显得很酷。拿一个 vivo X27 上来，边过边拍。4800万广角夜景三摄，发现更多美的 vivo X27， 完成一张自拍啊！还有一个自动升降的那个自拍镜头，你找到那个感觉啊？这么讲究呢？这自拍的好体面的。哇！好，个人赛获胜的是我们的王牌班，接下来将是集体战了，手拉手排成一线的过杆。哎呀，这就可以看出谁拖后腿，谁表现得比较好啊！长杆，我的天，110啊，110，中间特别低，你看发现没有？对，中间低，中间只能放小爱跟花花，低了5厘米。来，谁先来？试一下啊！如果都过不了的话，就是王牌班获胜了。好，我还觉得我能过。你都是哪来的这个自信呢？我不是，我真觉得这样的，咱俩这么掺着，我觉得比一个人好过很多。行，我摁着你啊。来，开始。好，开始啊，走。这慢点，慢点，等会儿。嗯。你们去哪？我的头，这哎，等会儿你们去哪？哥，我一回头，我以为是晾衣服杆儿呢。你有点太借我的劲儿了。这样，花花，花花，你站在哥旁边，你给他搀过去行吗 ？OK OK， 来，开始，开始了。我们来，来，小爱中间，小心最边，我就在这儿，就这个角度，好，最高的角度，边上是最高的，来，哎呀，加油加油，好，好，向下腰。OK， 向左右，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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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，可以啊，小心，右，哎哎哎，左右，哇，右，哇，摔得很实诚，还行吗？肯定不行，肯定不行，放弃了，放弃了。我们不勉强，我们不勉强。所以这轮
最终获胜的是王牌班。由于传声筒环节两队打平，那这一轮就不额外加票了。在第一次投票前，两队来给自己拉拉票。我就平板支撑唱歌吧。哎，可以啊。我觉得这个，因为我们平时健身，所以你说这个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可难的。来吧，来。哎呀，对吧？你直接来这个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对我来说太陌生了。叮叮叮！哇，姿势标准。好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你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入土。来个高音。就这样被你征服。好了，特别棒，特别棒。我可以算给我们队争光了。过关过关，完全过关，完全。小沈阳，到你了。到你了，该怎么样？我直接过。啊，这不行，不能过。啊，我特别相信小沈阳。我没什么绝活。倒立。倒立啊。倒立。爱是你我。哇，你看，这真能倒立啊！用心交织的生活。哇。哎呀。没事吧？可以。是上一期花花那个倒立是起来的真快，是吧？来，花花。天晓啊！我，你抓着我的脚啊！我抓你脚，行。好。你就往我身上翻呗，就是我就是强。我真行啊！燕尾服倒立唱歌，我的天！喂。就这样征服了你。你不能下来，你不能下，继续唱。你还跟我叫板呢。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。慢慢放。你赢了。好。你比我唱得好多了。没。好，腾哥拉票。我特喜欢看那个娜姐一首 MV。哦，哪首？知道了吗？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。你能分辨这人们和歌的世界。谁看过这 MV？ 这我一直是以为这，我就跟别人打赌，我说娜姐这首歌绝对就是手语，全是这个，两边特别对称。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。我好像我才二十几岁，我才24岁吧，还是25岁？然后张国立导演的，张国立呢，他说他希望能够拍出在就我二十四岁左右的时候，那年代你想想，能拍 MTV 的时候出现电闪雷鸣，然后呢，对，接我唰唰，我去，咋？一直在闪，然后他就让我一直这么，让我的手这么动。没觉得当年被骗了？我没有，当年我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呀。我能看到我的手都是闪电雷鸣的，我就觉得我是 number one。后来发现太多好看的 MV 的时候，一去卡拉 OK， 他们放那个歌给我气的，我就偷摸赶紧给删了，就不要看。那我模仿王菲。王菲，好呀。我跟王菲在那个春节晚会上唱的那个，岁月。千山万水相知的一瞬。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。
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。真像真像。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。不改变我们，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。哇，好像，像像太像了，太像了。永远不张嘴，精髓啊，精髓啊。那接下来呢，到了观众投票选择的环节了。因为娜姐是我们的总观主，所以不参与投票，只负责守护我们的王牌。其余各位，你们想选谁，在每轮投票环节可以投给三个人。投票开始。好，各位观众的投票已经结束了。提醒一下，今晚整体组团的只有三个人。那比如说花花赢了，他不就去跟别人组队组团了吗？也就一首歌。哦，我们就看排名前三位的是谁，我们就看排名前三位的是谁。哦哦，我的照，我的照片不是放错了吧？腾哥，你年轻的时候太帅了，这也就是去年。跟娜姐介绍一下，这张照片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评奖，就评比亚太区最帅男人100，腾哥这张照片排名全亚洲第21位，真的，不是亚洲啊，亚太，亚太区，排21，拒绝领奖。底下有最损的网友说：“21上哪儿领奖去？谁给你21发奖啊？”我也想有道理啊。但确实到现在也没接到邀请。我再提醒一下腾哥，排在你后面7位的是花花。花花，你今天为自己搬回来了。战场父子兵，爸。你玩过吗？没玩过。你们两个女孩子先试一下吧，我们男孩子适应能力比较强。那爸爸躺哪儿？得站着，小童他不是趴着的，站上去啊。这时候个子高未必占优势了。你看，这就要不行。现在还是稳定状态，小童。还没开始转呢。我感觉我们已经输了。好，在正式开始之前，请你们向对方展示出必胜的决心。这还必胜呢？我们父女俩给你们磕一个。手下留情。哎，这么客气啊。一定会的。好，准备好啊。这是我真觉得我请起身。哎呦，我倒数321之后，大圆木的固定将会解锁。准备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开始。下来，两个人太丢人了。我没想到，我宣布的开始其实就是这个游戏结束的。再试一遍，好不好？再试一遍，再试一遍。来，请上原木。小童就没有积攒一点点经验吗？准备好，开始。这俩人，腾哥是蛤蟆神功。
鹏哥居然大言不惭的讲，他找到了窍门，他是像蛤蟆一样跳。哎，我真找到窍门了，这真的可以。刚才我说实话，小童，小童，你在那位置挡我视线了。我要是在前面，我看见他转一下，我蹦一下，转一下，我蹦一下，我掉不下来。那这回你在前面，来，咱算总分啊，三局两胜啊，已经两胜了。啊，你得说五局三胜了，五局三胜啊。啊，还舔着脸往上爬呢，这跟我都不好意思，我说我们就不能抬着头走上去吗，腾哥？没必要冒那没必要冒的险啊。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腾哥，卡脸卡到家了。哎呦，还有什么话讲？还有什么？脸都白了。我呀，后来是劲儿跟不上了。总有理呀，腾哥。我要是在第一番就找到这个窍门，我都一直下不来。我跟你说。服不服？服不服？服肯定不服，但我们也不比了。好，马上第二组。花花就靠你了。别靠我。那你还打算靠你姐呀、啊？跟你们讲一下啊，就花花音乐唱作方面特别有天赋，但是来了王牌之后，我跟你讲，每次玩游戏很厉害。喂，就这样征服。我在夸你，花花，我在帮你造势。你在夸我什么？我在说你到游戏环节很厉害。我的天哪！这样，这个游戏我们服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腾哥，我们就这样像一个豹子一样往前这么跑吧。你在平地你也不可能像豹子呀。我豹子好吧，稍等稍等，抱歉啊，你豹子是吧？那我站起来了啊。好，行行，我站起来有点害怕。但是玲儿，你要相信自己，如果你蹬两步，这个那个转速他们可能也适应不了。你让我拼一下子是吧？拼一下拼一下拼一下，咱不能每次都是缴械投降。准备好，开始。哎呀，从来没见过跑得这么慢的豹子。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们今天可以不同方向，就是一直慢一点，怎么慢就可以撑久一点。好，你还教敌人，你真是。好。哎，哥，我有一个办法了，我斜着这么做，他跑的时候我一直往这边坐。有可能，可以，是不是？行。他要是倒着跑呢？嗯。你们就是他约定好了，他一直往这边跑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。哎，转不动。叉烧没拔。叉烧没拔啊？没拔。
向就是一直慢一点，你就可以撑久一点。徒弟饿死师傅。好，我们直接来三对三的好不好？ OK。 轻松你来。小宝，哥你这样好不好？你用我那个办法。我现在就用你那办法。我斜着这么做，他跑的时候我一直往这边坐。你用我那办法，然后我用豹子。豹子行吗？行，你用豹子吧。你们往哪边？我也坐着呢。哎，你得站起来，他们肯定是往那边。你们往这边弄吧，要不贾玲那个豹子没法施展。我们还得配合你们，是吧？啊，行。我们是要往后踩，对吧？对，往这边，就为了让他那个小豹子才能配合他们。咱们就这样往后跑。好，就别给我们摔到那边去，你们就算厉害，算赢了。请准备，三。二一开始。豹的力量，豹的力量。不能晃，不能晃。王佳，你帮我们一下，我们怎么就不能成功呢？不是，哎姐，还得还呀。我确实觉得这玩意儿应该是可以，我也觉得成立的，应该是成立的，得掌握时机。不是时机，是我的重心啊，挪到那边也不太管用，你的重心挪到那边有可能管用。相互来，我用小豹子，来你往里去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哎呦哎呦！哎呦哎呦哎呦！这俩真是送的，不对，我俩咋下来的？他整错边了呗？你看我说边错了。除了方向不同之外，其他和每一轮有什么区别吗？不是，你这样，我们不耽误游戏时间，走吧，我们走吧。好，下一组，陈晓、花花、关宏、麒麟。好，来，双方队员请上原木。哎呦，我们要叫嚣一下啊！现在啊，没有，我本来是想，哎呦，哎呦，不是跟我唱那个小酒窝唱满了不了，感觉像是喝醉了。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哦呦，哦，突然，哎呦呦。哎呦，开始有意思了，哎哎。哎呦，可以哦。哎，好，来哦，开始啊。很精彩，很精彩啊！哎哎，这是一场持久战啊，比的是耐心，比的是找战机的这种准确性和敏感性。有一个人跑起来就跑起来了。对，好吧，好。哎呦哎，哎呦哎呦哎呦，
你们这是相约健身呢、啊？哦、oh. ，起诉啊，要起诉才能决出胜负了。坚持到了最后，哎呀，王牌家族总算有一个人能指望。好，接下来开始到个人冠军战的一个比拼了。接下来，请每队派出最强的两个人，言承旭、花花，一v一来。言承旭，请上原木。啊，来。师傅，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。师徒之战开始。哎呦呦！哦哦哦！忽左忽右，跳上汤哥了吗？哎呀，紫金之巅呐！腿好酸啊，有一点点。真的挺厉害的，在旋转的高速旋转中，你竟然跑上去了。赢了！最终个人战的获胜者是言承旭，好厉害！准备好了吗？双方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啊！第一轮是腾哥和花花出战，这边是苏龙和凯凯。好。你别下去，我也自豪。别下去，下水的准备。来吧，请听口令，奔跑吧，大强！啊啊！啊！这个怎么做？这？这怎么做？这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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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凭啥你们小伙子都体力都壮。好，这轮陈哥和卢卡斯好，两位这边呢是文华和花花，两位我要证明我的实力，我要证明我的实力。四位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备就绪，奔跑吧大强。哦哦哦哦哦哦哦造型，哦造型，哦出来，哦出来，谁干的？我不知道啊。
我要证明我的实力。好，刚才这道题王牌家族队得一分啊，龙华花花表现非常棒。好了，接下来这轮呢是三人墙的挑战，由同组的三人共同出战，腾哥、花花、小童三个人、来三人墙，欢迎你们再次落水啊。那强，我拿浴巾等着你。准备就绪，奔跑吧大强。哎呦，这太难了。我在中间，我在中间。脑袋往那边。哎呦，行了。行了，太难了，真的。这个太难了。我现在都想不到这个应该怎么过。陈哥，你们要不要试一个？队长，队长，给他们。对，来，好的，得挑战一下这个难度。我们三个人，三个人，准备好啊！闭下去，闭，把水吐了嘴里的。好，你别顶我。闭着下去。哎呦，你准备。别，赶紧别拽我啊！别，脚要并拢，脚并拢，脚凑一块，脚凑一块。哎呦我去啊！没可能，这谁说？这太难了，再来一把吧，对吧？挑战一下。我也不是那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的性格。是在 Q 我吗？请，算了。来，下一轮咱们这边出战的是陈哥、Baby 和凯凯。准备好了吗，三位？我们冷静一点，好吧？冷静，我们完美一下，好吧？完美一个，好，准备好了啊！请听口令，奔跑吧，大强！这怎么过？那个过不了。这个是真的棒，真的棒，这就是真正的牛犊子。厉害！好了，又到下一轮了。接下来呢是两人墙啊，咱们派谁出战？我们要派出我们奔跑吧最快的男人小猎豹凯凯，一个顶俩。咱们派谁出战？花花出战。来，双方请准备。你选择左边还是右边？这样的事情，就这边，我这边运气好。真的吗？你确定吗？确定。我们俩就换了。没问题，我绝对不干扰你，你也不要干扰我。我绝不干扰你。好的。这样，我们先手拉手。我看出你的用意了，就应该是这样。万一没有动，咱们就把手松开。好，双方请准备。奔跑吧，大强！耶！哇，手拉手，这边怎么过？哇，手拉手，什么都手拉手。这个怎么过？凯凯那个过不去啊。郑凯那个真的没法过，他怎么可能把人折叠成直角？除非你是这样，他这个应该是这样。
可以。这个动作再试一下好不好？再次挑战一下这个动作啊！奔跑吧，大强！耶！啊！再见，哥哥。经过两队奋力比拼，本关最后获胜的是王牌家族。好了，在这个环节过后，玩的都非常尽兴啊！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。One, two,